燕王平常这么会 NG， 会不会连接受访问的时候也 NG 呢？让我们仔细看一下。运动啊，发泄流汗啊，我觉得会是一个抒发情绪最好的方法。这不是燕王，燕王一定会 NG 啊！为什么没有 NG？ 把燕王还给我。多多尝试最不一样的东西啊，或者是像还有你们老人家。燕王带来一个 NG 舞。NG，NG， 他 NG， 综艺他还能 NG， 真是有点不简单。再一次告诉我，是什么？哎呀，极光族是在卖贡丸的。贡丸。不是吧？是卖莲藕的。新竹来的，新竹来的，很有名的。好像哦，很多小男生喜欢女生的时候是会欺负她的，所以他们一定都是很喜欢我。大家不要误会哦。大主任，他如果看到你这样，他会很难过的。我应该要在乎吗？大甜甜老师，你别做梦。坏人，谢谢编剧大人让我有演坏人的机会。真的很坏的，住在阴森女王心里面的那种小坏人这样，所以还蛮过瘾的。我还是很可爱的，好吗？我是被控制的哟。